点东西吧。我不吃，我会饿死的，看你们怎么交差。好，随便你，反正人家说了，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死活都一个价。新达，想老婆了吧？嗯，我现在主要是想我的儿子。那小子，小姐，你应该从这边走。你们不都已经睡得像死猪一样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我们要不是装着睡着了，这不就不好玩了吗？什么？你们不仅是一帮臭佣兵，原来还是一帮大骗子！大骗子！哎，你骂也骂够了，叫也叫够了，该走了吧？我就是要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。走，好了，走吧。怎么会有这么多鳕鱼士兵呢？看，我让你们放了我吧。前面的士兵是冲着我来的，你们现在如果想跑的话，还来得及。哼，你说，他们冲着你来的？你们赶快放了我吧，要不然这帮士兵够你们受的。哦，少主，不但有人花钱雇我们抓他，而且还有别人要抓他，他的身份实在是可疑。不管他身份怎么样，总之，他只是我们的一单生意。前面马上就到交货地点了，大家小心点。好，好。玲，我告诉你，我宁愿让前面的士兵抓，也不想落在你们的手里。你们想拿我做生意啊？没门！驾！就撞！有人偷袭，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